要打扰我们家吃晚餐。要来吃姜母鸭。大推这一家，这家超好吃。吃姜母鸭必须配饮料哦。这提拉米苏超好喝。爸爸在这里，摇不隆咚的爸爸，好久不见，耶，来吃阿兰姐了，开心。这个是达达送给我们的伴手礼，是他特别从台南订的哦，今天刚到的货。干杯！这个是大大送的伴手礼 ，Thank you。我妈妈在分享她以前年轻的照片。庆祝爸爸跟哥哥的生日，那这一家餐厅的特点就是当日生日的话，你几岁就送几个鸡翅，如果是当月的话，就是最高上限是送40只。那我们是用当月的方案，所以等一下会有40只炸鸡翅。吃饱准备回家，祝爸爸哥哥生日快乐。